哎，中午吃什么？透过饭霸原选，看看他会推荐我们吃什么。今天推荐的是桃园市杨梅区白木咖啡厅。白木咖啡厅位于杨梅区虎星火车站附近万大路的小巷子内。巷弄内的咖啡厅提供咖啡简餐，我最喜欢的是日式干咖喱及意大利面，还有经典的鸡排特餐。这个热烤面包及鸡排餐是非常美味啊。